需要老师帮你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批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私聊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在面相学中，眼尾太阳穴位置成为夫妻宫，又称为肩门。对于女性而言，如果肩门有疤痕或者有灰黑色的痣，为不利夫星之相，感情生活不平稳。特别是右门有痣的话，发生外遇的可能性极高，因为他们多情又好遇，不太能控制自己。左边肩门有痣克制丈夫，右边肩门有痣克制情人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